加勒太书第二章一节。过了14年，我甲巴拿巴搁上耶路撒冷，也带提多做伙去。我是奉启示才上去的，搁将我伫我帮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兄弟讲明，是另外对遐有迷茫的人讲的，免我现在还是以前所行的规地空空。三十，但甲我做伙去的提多，虽然是希尼尼人，也无予人勉强伊受隔离，因为有暗中引进来的假兄弟，私下入来偷看阮点伫基督耶稣里的自由，要予阮做奴仆。阮就是一时的时间，也无顺服来让因，是要予福音的真理依然存伫恁中间。六十，对伫遐有迷茫的，无论伊是虾米身份的人，拢甲我无关系。神要用外貌取人，遐有迷茫的也无加添我虾米。反转看起主托付我传福音，予遐未受割礼的人，拄亲像托付彼得传福音，予遐已经受割礼的人。迄个感动彼得，予伊为受割礼的人做使徒的，也感动我，予我为我帮人做使徒。九十，我知影所赐予我的恩典，迄、那个倾着教会挑少的雅各、基法、约翰，就对我甲巴拿巴伸正手三交杯，予我去我帮人遐。也因去受割礼的人遐，只是愿意阮纪念善良人，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。十一节，后来激发到了安提阿的时，因为伊有通指责的所在，我就当面指责伊。对雅各遐来的人未到的时，伊甲我帮人做伙食饭。因已经到，伊因为惊受隔离的人，就退开，甲外邦人隔开。其他犹太人也拢对伊整隔，甚至连巴拉巴也对因整隔。十四节，总是我一看起因行的无正，甲福音的真理无合，就伫众人的面前对基法讲。你既然是犹太人，那对外邦人行事，无照犹太人行事，怎样敢勉强外邦人学犹太人啊？十五节，咱一个出世做犹太人，毋是外邦的罪人。既然知影人称作义，毋是对行律法，乃是对信耶稣基督。连咱也信了基督耶稣，予咱对信基督称作义，毋是对行律法称作义。因为凡有血气的，无一个人对行律法称作义。咱若求伫基督里称作义，却犹阁是罪的人，安尼基督是予人犯罪的吗？断断毋是。十八载，我平素所拆毁的，若重新建造，这就证明家己是犯罪的人，因为我对律法，就按律法已经死，予我通按神来活。二十载，我已经甲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，无阁是我，就是基督伫我内面活着。个我现在伫肉体活着，是对信神的子来活。伊是疼我，为我献家己。我无废无神的恩典，伊若是对律法的，基督就是白白来死。